老梗了啦 ，Come on be creative。好，我这里有巧克力啊。你这样就是自作自受，自己害怕还要硬做，那就不要做啦。你遇到挫折就退缩，尤其是离婚就是不行。哦，没有关系。你到现在都还怨恨你妈？每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 ，TVBS 观乐台《爱情公寓》。